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伽马巴语录。如果心是平静，常安住在平等性中，就会常常觉得很快乐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很容易受外境影响，别人一句话，你就心如波浪，高下起伏。这样你的心就会失去自主性，喜乐痛苦都由别人，由外境决定，做心灵主宰，本性指引。大悲心是一种勇气，一种承担，有如铠甲，从善，也如同乞丐行乞，哪怕只是得到一点点，也十分的欢喜。对于善业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我们也要满心欢喜地去做。舍弃一个众生，即是舍弃一切众生。心中有了智慧与慈悲，就如同王城之中有了国王，得以统领心性。修行是一种向内观修，因不忘众生，不舍众生，修持转变自己的心，让心平静，清静下来的方式，这个叫做佛法。不论各位在工作生活当中，我们都可以修行。生活当中去实践利他，就是佛法。所谓佛法，是在生活中实践。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很多烦恼疑惑，如果有一个清楚目标，你要达到一个目的地，佛法并不困难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将自己和这些教义融汇在生活当中。不论是不是精通这些教理，要在生活实践这种利他
跟这些教义。重点不仅是在有没有帮到对方，而是需要有互助互爱的心。我觉得不在于有没有帮到，而是那念互相关爱的心最重要。这是我们最需要的，因此我时常想，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存在如果能够对这个世界，对和我有关联的一切众生直接有帮助，这是最好的。事实上，真实的虔诚和信心不需要什么原因和解释，它是自然的，一见到上师生的功德，心自然就转变而升起虔诚心。虔诚是证悟究竟实相最近的一个法门。如果虔诚是靠文字语言能够造作出来的话，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证得法性实相。虔诚不是文字，而是自心的改变。最基本，佛是尊敬所有的知识，尊敬所有慈悲的人。世界上各种问题一定可以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，要尊敬所有的知识与智慧。若没办法尊敬所有的知识，就没办法懂所有的知识。虽然祈请上师救度，但主要是自己救度自己，观察自身行为的好坏之后，要能改进，不然的话，一切长远的理想都会被毁掉，心中也会觉得慌张、悲哀。如果只是口中祈请上师慈悲及垂顾，上师是无法改变一切的。虽然能受到上师的加持，但所谓究竟的解脱，这是上师无法给予的。
我希望将我的祝福带给这一年当中所有以任何方式与我结缘的朋友，也带给所有在未来与我有缘的人。愿您找到持久喜乐与真正的平静。愿我们所有共用这个地球的人能够和谐地一起迈入这个新的一年。祈愿在这一年中，我们能够以关爱和敬重来对待彼此，以及我们共同的家，地球。地狱世界是黑暗的，在我们的内心升起强烈的嗔恚时，会感觉周围都是黑暗，或模糊看不清楚，或者会感觉都是红红的。地狱里狱卒们持着矛与剑，当我们内心升起强烈的嗔恚时，就如同有人用剑刺我们的心脏一般，心很痛，不自在又不舒服，这就是类似地狱中的痛苦。真正的修行是什么？修行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的。我们一天天的接近死亡，一般当死亡逼近时，应该好好的调伏内心，对死亡做好准备，但我们反而不做准备，自信就像干枯的皮一样，越来越硬及粗糙。我们好比自囚于铁牢中，其因在于执着于我的真实存在。我们关上通往外在的大门，将自己囚禁，只接触极少数的人，也忽视他人的重要性。打破我执的牢狱是你我的责任。不幸的是，我们都太安于现状，没看到这个牢狱是如何限制我们的自由，要从牢狱中解脱出来，必须
具备爱与慈悲的智慧。我们说自己救度自身之意，是因自己能努力修持佛法的缘故而得以救度。自身是自身的护主，或自己依靠于自己的意思一样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幸运都降临在自己头上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我们需要先去思维如何利益他人。我们必须在整个一生之中都去修持，时刻铭记所修持的道，这样的话所做的行持都将是和我们所修持的道恰如其分，如法且有意。获得成就却不离于道，通过善巧方便与智慧，你可以产生精神力量，而这些力量将为你带来一个具有意义的未来。要有清净的祈请，必须要完全放弃自利之心，祈请自己三世所造的一切善业回向给一切如母有情众，这就是清净的祈请。假如不是这样，我们祈请的再多也变得没有意义。我们修持是需要一直坚持地做，没有时间上的分别。平时不管是走路、站着或睡觉时，都应不忘修持，这样保持着下去，之后就会很自然。学佛者的最大的罪业就是欲求和怀疑，有欲求的话，对我们有恩惠的上师、父母和长辈们就无法从心底升起对他们的恭敬心。当有所欲求时，便会
假心奉承。如果得不到利益或所求不合时，对自己有恩德的上师也不会尊重。就如看到佛陀在空中飞翔也不生信心，看到众生露出了肠子在痛苦也没有慈悲心。经典中将悲心比喻为一个两面的镜子，向外照向别人的是悲心，照向自己的是出离心。换句话说，思维自己的痛苦是出离心，思维别人的痛苦是悲心。就像是镜子，同时有两种作用。我们的心也可以留两个面相，所缘的对象有所不同，但所缘的相一样，都是痛苦。了知空性的人，他还是会看到前面有杯子，就是说前面有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说万法是会显现的。这个就是佛法或者说是空性它殊胜的地方。佛法中空性的建立，并非是指什么都没有的一种状态，而是指任何事情都有机会发生的可能性。总之，我们都是互相依赖而生存。比如说做一餐饭，如果自己不会做饭，就不得不寄望别人了。但是如果对方脾气坏，爱生气，不但不帮忙做饭，而且反过来跟你吵架的话，我们心里就会感到很难过。要待在这样一个处处不友善的社会中是很艰难的，也因此使得现今出现很多自杀的人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。
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聚花月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恶行成100万兆倍。慈悲之夜，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梁皇宝忏圆满日暨蒙山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日期：6月4日星期日，时间：上午9点，地点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：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：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06-271-6612，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停有习止安住的意思，停心是置心于法，以停止心念妄起烦恼，产生修行障碍。五停心观即是指从心地调伏五类烦恼障的五种观修法门，也称为五停心助道法。一、贪欲以不净观对治。方法是观察一切根深器界的污秽不净，以停止贪欲。二、嗔恚以慈悲观对治。观察一切众生接受生老病死、烦恼无尽的痛苦，以停止嗔恚。三、愚痴以因缘观对治，是观察一草一木、人事环节皆由因果辗转相生，认清生生灭灭的真相，以破除愚痴，开启智慧。四、多障以念佛观对治。障是由恶业所聚集，若能观察佛身相好、功德庄严，转障碍为道念，转逆缘为善缘，即有助于停止障碍善道的恶业障。五、散乱以属习观对治，观察呼吸出入之相，每一出入皆按属一至十收摄心念，以停止散乱。五停心观有助于止息散乱等五种修行的障碍，使他们不再有升起的地方，一般将其视为修定的初步法门。明天是六斋日，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，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